Hello， 我嚟自必勝客嘅郭春安，英文名 Nesta， 加入咗公司已經13年啦，咁而家係一位分店經理。最大得著是除了突破現時的自己，其實是令到自己在這個神秘顧客階段裡面，令到自己和個團隊、自己鋪頭裡面的員工的氣氛更加融合。在比賽階段，神秘顧客裡面其實我們有5-6小時是不吃得東西的，我們要在場那裡隨時要應付到客人一些神秘顧客過來的檢查。其實員工都很窩心的，其實會在比賽之前準備了一些食物，一些口垃圾給我們吃的，其實令到我很窩心，而且都感受到其實我們的關係已經是進一步拉近。其實我們必勝客香港就出了一個新的 Apps， 只需要 download 我們的 Apps， 做了登記做我們的會員，就可以在這個 Apps 裡面按一個搖佢我飛，可能我現在想要四人台的時候，我就可以按定四人台，可以就安排好一點你的時間，令到你更加多自己的時間去享受自己的生活，就不需要浪費那麼多時間去門口等位了。